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老师。OK， 现在我们要继续玩《返校》这款游戏了。然后上次我们拿到了作业簿，然后还有一个是纸飞机。可是纸飞机，我忘记我在哪里拿的。丢出我的困惑，收到你就知道。好，我们去第二个房间吧。哎，等一下，这干嘛？这个。有，好，基本上应该是快结束了，我觉得。然后之前这个房间教室室是没有剧情的，现在应该会有剧情的。然后现在是大白天在玩，希望不会被吓到。哎，怎么变这样？有一条金鱼。大金鱼，然后一条没有肉的金鱼。然后被吃了一半的金鱼。什么声音啊？然后有一个奇怪的人。Hello， 你好。好，看他跟他讲话。教师办公桌上面放着许多正在批改的作业。我算拿给他，对不对？老师你好，我要改作业。嗨，老师。学校已经批准前程，很高兴你回归学生的常规，不需要老师的协助了。如果没别的事，就回教室吧。老师还有作业要看。咦，走了。辅导记录，看一下，结束了。不管写什么，只剩冰冷的别离。那纸飞机，好，没东西了。我通常有一个事件结束之后，出去外面一定会变化，然后就被吓到。没事。那现在去哪里？是之前爸爸的房间。那这是之前的解谜的时钟。好，我们先回去吧。应该回去有什么变化吧。然后之前那个鸟糕那个啊，这个鸟糕的应该是指方瑞欣的妈妈。在哪里？方瑞欣的妈妈请真心社去看方瑞欣的爸爸是不是外遇，我猜的。因为刚才那个房间透露出应该是有外遇。刑事大队方道晴，对，就是妈妈说只是手脚不干净而已。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甚至感觉憨大笑。为什么憨大笑？这个憨大笑很诡异。照理说被抓的时候应该是很紧张，不会是在笑，所以多半是开心的缘故，就是已经知道他会被抓走的感觉。然后最近感冒了，大过年的感冒很衰，所以讲话应该有一点点的鼻音。门开了， nice， OK， 进去吧。龙堂虎穴一定要闯，会被吓到。我这每次进个场景，我都很怕被吓到。这是，哦呦，吓我一跳！这是讲台吗？在演什么？然后窗户可以走出去吗？好，
不行。OK。嗨，我的分身，小星星，观察入围。哦，我有个成就解除了，观察入围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哎，然后呢？就这样啊？给他吗？是飞机？哎，真的嘞！棕色的玻璃瓶四处倾倒，挥发出人心腐败的恶臭。父亲的咆哮声回荡家中，一桌碗盘都被扫在地上。哦，就是我们之前不是有解完一个谜题之后，然后房间就是突然的嘣嘣嘣嘣嘣，一连串的轰炸后，留下母亲的低声啜泣。我的家庭真可爱，整洁、美满又安康。如今每个夜晚难眠，每个清晨难起。日复一日，每况愈下。我会打碎成千万片，随着熟悉的世界分崩离析，落到绝望的长河上，再浮再沉。好，应该是拿纸条了吧？这不是这样用的。玉佩吗？玉佩，好，给你玉佩。真的，想着即将见面，脚步格外轻盈，穿过百家灯火，越过五彩霓虹。我成了一只小灵雀，掠过花丛，追逐蝴蝶，连跑带跳，降落你身边。电影才揭幕，我却早已出戏。此时此刻，只想投入你怀抱，聆听你的细语，感触你的气息。这时，白鹿走进我的掌心，多么意外，多么惊喜，多么想留住这一刻，直到永远。好，这应该是讲说那个他跟张老师嘛去看戏，然后把这个玉佩白鹿项链给了女主角。然后大家还记得第一章的时候，出战的第一章忘记了。然后不是结束之后回到女主角的房间吗？然后他不是说这周末有个好事要发生，很期待，应该就是只跟张老师去看电影这件事情。OK， 好，应该是这个了。突如其来的必不见面，你冷漠冷到即使艳阳高照，空气也如冰点，冻住我的心脏，令每个脉搏都如撕裂。再度一个人。这成为家的空房，房子成为学校的空间，有如行尸走肉，茫然疑惑。哎呦，干你妈！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笑我！不要突然打开啊！张明辉，我们应该。谈一谈这件事，林小姐连名带姓的问候也太严重了吧？不严重吗？你到底在想什么？对那孩子出手？你想干嘛？你想对未满16岁，应该高中应该是18岁了，你竟想对18岁的年轻少女下重手？这应该是殷老师跟张老师在对话。孩子，我在他的年纪已经独自在海外求学。我很欣赏他，也相信他的资质，所以呢，你就带着他走钢索。他需要的只是拉一把，不是拉到你怀里去。这我们的私事，你管不着。怎么管不着？你顾着搞你的浪漫，那有没有考虑到我们？我们走在同一条船上，你别忘了。什么意思啊？要笑我哦？你笑我就……应该张老师没错。然后嘞，我要按吗？不用，要按吗？好按。哟，这张应该结束了吧？殷老师。
这是魏同学，尿杯啊，然后双手沾满鲜血，然后就是张老师。重新一起，就是再次重击。我的灵魂破碎支离，直到拼凑不出自己，最后忘了一切。再睁开眼，现世已是荒芜。你是？墙上有很多脏话，干啊，然后什么学校名誉啊，被害人道歉啊，0926834啊，这什么？看不清楚，恨，王八，然后又放一张椅子，这跟我们一开始的剧情是一模一样的。是，好，可以走动。可是女生好像感觉被灵魂的感觉。我爱王光，什么？你娘！道士一流，哆啦 A 梦，被害人。那个年代有哆啦 A 梦吗？然后门过不去，我现在被灵体了，我应该可以穿过去啊。好，所以往到这边大概知道一些眉目了，就是女主角家庭不美满，然后爸爸外遇，然后妈妈也看透了，然后女主角喜欢张老师，但是张老师后来不再爱她，这什么打手枪？这什么？你看前面这什么字？东东打手枪是吗？情谊。啊，这个走不过去，所以我们要走这个门。好哟，不要吓我啦！刚那个老先生呢？是你？嗨，是我。有人在哭的声音。干你老师嘞！什么声音啊？他说：“郑医生。”我不要理你，我要去存档。好，讲话吧。嗨，生命会消失，然而罪尚未磨灭。我就是你，然而你还不是我。罪业使你徘徊于此。记忆映照出你的灵魂的模样，世间许多折腾和磨难，名为方睿心的你最恐惧什么？这个我觉得是自我耶，相信人生和自由，渴望活出自己，害怕失去自我，更胜一切。你就是我。喂，我是方睿心。所以刚刚那个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好像不能存档，糟糕。哦，可以交换，对不对？那我先存档。外面有人在哭，我觉得我选自由是因为他，你看有紫飞机，紫飞星代表翱翔、飞翔、渴望自由嘛。然后他也有跟魏仲廷讲到说，读这些书为什么不行？这是我们身为人的权利的自由嘛。好，我们先跟他讲话好了，因为感觉没东西。
感觉一个是过去，一个是现在。我觉得啦，就是两个交换身份的时候，我好像快破完了、欸。可是我想走去哪？不能下楼，只能上楼。对，不能上楼。喂，嗨，嗨，是我，是我。往前是通往记忆的门，然而路已崩毁，请领我过去，我会如影随形。哦，如影随形。坏了，打不开，所以现在应该拿道具才对。阿弥陀佛，好，所以应该不是这里。好，我们现在跟他讲话。哦哦，手给是呢。哦，我们先看其他地方好了。哦，是这样子搞的、哦。了解，我先看其他地方好了。应该拿一个什么钥匙之类的。OK， 这个女厕啊，女厕我们最喜欢去女厕了。啊，打不开啊，打不开。哦，不要进女厕了啦，进女厕被吓到。这个进去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哎呦，好暗哦！这是跑电视吗？哎，大叔，大叔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希望的篝火几近枯竭，只能在风中无力摇曳。哎，这里是，哦，就是那个读书会嘛。他读一些不能看的书，有些内容会冲突到习以为常的想法，但也是这般思维让我们的思想更完善。那么今天就到这吧，还是不厌其烦和头衔提醒，在外绝口不提图书会，事关身家性命，保护自己也保护其他人。魏仲廷，有件事要麻烦你帮忙处理。是关于新进的书吗？我已经把书目整理给张老师的，他说传玉已经不愿意配合，但他会去想办法。管制压力已经到这么基层，不久读书会可能要停了。老师，为什么事情会这样？在十四前，老师也无可奈何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张老师从没带书给我们，对吧？对，我就是欣赏你这一点，什么事都想得做到。OK， 懂。新增笔记、简报、黑名单，流亡半世纪，黑名单返乡安葬。戒严时期，英翠韩女士与许多政治犯一样遭受通缉，他虽幸运逃过拘捕，却也成为有家归不得的海外黑名单，常年奔走各地争取人权与言论自由，并不幸在50岁时因肺癌离世。他当时的遗愿便是回葬故乡，如今这个心愿终于随着戒严而得以实现。这是真的人吗？ OK，好，我想这一集我去 Google 一下。OK， 好，这边就是看这段故事吧。好，我们先下楼一下，因为觉得好像东西。我们先用这个身份到处走一下。上楼应该上不去了啦。所以我们应该就是下楼，中庭好像也回不去了，我先下楼，看能不能到一楼。
头不行，告兰不行，所以我们要交换身份了。我想先存档。这个是可以进去吗？哦，这是这个门啊。OK。啊，那是在礼堂外面吗？礼堂出不去了啊，没有东西啊。这个没东西，我刚刚过了。啊，这边也左右两边出不去。对，出不去。好，我们先存档啊，这边是存档点。好，那我们这集就先到这边好了。好，那喜欢我们频道，欢迎到我频道。左下角一个影片，左下角一个我的大头的图案，欢迎按赞订阅一下。然后也欢迎到左下角的小框框按一个订阅。那喜欢频道，喜欢我的频道，也到我粉丝按赞，也追踪最新消息。那谢谢大家这集收看的，谢谢，拜拜。